大学学术排名中排第90位，在2021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排第54位，在2021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第57位，在2021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第110位，并获得最高的五星评级。在2021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国内大学排名中，波大排第42位，研究生院按领域排名为法学第20位，医学研究第29位，工程第36位，商学第48位，教育第39位。在2021年的 QS 全美大学排名中，波大排第20位。在专项排名中，2020年 Best Volume Schools 发布的全球毕业生走向排名中为第12位。Volume Colleges 发布的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分析专业排名中为全美第5位。2009年经济学人把波士顿大学商学院列为全球第21名。下面介绍学校的学科和师资力量。波大1965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癌症研究和教学实验室，1947年建立第一个研究公共关系的学科项目。波大不但拥有一流的师资设备，也拥有健全的科系。学校设有18个学院，包括传播学院、艺术学院、教育学院、牙医学院、工学院、法学院、医学院、神学院等，提供超过250门课程，包括全美顶级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、商科、法律、经济学、医学预科等，是一个完整的综合性大学。波大哪些学科比较出名呢？其中传播类享有很大声誉，波大在最佳本科新闻学院中全美第二，在最佳本科新闻项目中全美第三，生物医学工程全美排名前10，商科管理学院出过很多知名校友，并且以毕业生素质好而闻名。工程类学院毕业生深受各大公司欢迎。经济学 US News 全美排名21，法律类全美排名第20位。音乐学院2014年被美国权威音乐杂志评为全球最杰出的54个音乐学院之一。再来看看波大的教学优势。波大很好的让学生们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，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消化所学的知识。同学们可以随时在校园里打工，假期还有很多的实习机会。每周学校都会举办各种讲座，让成功校友或其他成功人士来介绍在职场上的各类注意事项。学生在此类讲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职业背景和社会现状。波大的课程设置也是很有特色的，几乎每个学院的学生都要在修专业课之前学习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人文学科。通过学习这些学科，学生可以更深层次的思考问题。波大还要求每个学生修写作课，写作课分不同的话题，涉及文学、历史、文化、科学等，甚至还有孔夫子、东方武侠等有趣话题。学生在写作课上探讨看法，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，提升写作技巧对所有人的学术和职业都有帮助。波大还将大课教学和小课教学充分结合，基础课通常采用大课模式，高级课和专业课则采用小班制。除了在美国设置的相关专业外，波大还在国外开设了100多个学习项目，更是参与了世界各地超过400项的科学研究、调查和教育项目等，实现了教学科研的国际化改造。体育方面，该校为著名的爱国者联盟成员之一，该校冰球校历史悠久，属于冰球东部协会。2009年男子冰球队赢得全国总冠军。学校环境，波大位于美国独立革命的发源地新英格兰地区最大城市波士顿，是英国清教徒最早登陆新大陆的地点。此区共有56所院校，
其中包括哈佛、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及多所音乐及艺术专业学院。交通设施，这里的交通也很便利，地铁和巴士都能在学校周围找到。波士顿的地铁绿线直接从校园穿过，上学回家逛街都特别方便，有车的话就更方便了。开车到波士顿最繁华的商业区只需要10分钟，到机场也只需要15分钟。学校有2个校区，校区之间开车只需15到20分钟，也有学校区间车每天来回。治安状况和住宿，波士顿也是全美治安最好的几个大城市之一，同时波大的警察部门也会提供多种服务。住宿方面，学校又有多种选择，单人间、双人间、四人间等等，有比较大的宿舍楼，也有公寓类的小楼群，里面的设施齐全，离教学楼也不远。学费及奖学金情况，学费每年56000美元，生活费每年12000美元，申请费本科生80美元，本科生奖学金比例42%，本科生平均奖学金26778美元，国际学生获得奖学金比例为13%。录取标准，波大的录取成绩要求比较高，从2016年以后，包括 SAT 和 ACT 各项成绩的要求都有提高，特别是 SAT 成绩，2016年SAT 数学要求为620到730分，到2020年提高到690到790分。2016年 SAT 阅读成绩要求为580到680分，到2020年提高到650到720分。对国际学生，新托福分数要求为91分，也就是说相当于比考老托福的550到587分。对硕士申请者要求 GPA 3.0 以上，新托福 IBT 100分以上， GRE 1650分， GMAT 650分，雅思要求 7.0。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波士顿大学内容，希望对您有所帮助。如果您喜欢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转发给需要的朋友，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